操盘战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操盘战将752。好，最近台北股市大涨大跌，好像变成常态了。752。哎，今天盘中一度还跌了982点，发生什么代志？老共打过来了？没有啊。哎，是因为这个边际效应在递减啊，这讲过了啊，应该也在淡化当中了吧？还是贺锦丽？贺锦丽这阵子我看他好像也没出什么太大的纰漏嘛，除了他魔性的笑声被其他人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嘲讽一下，其他都还好嘛。所以我认为这次的美国股市的拉回来，哦，你看那个纳斯达跟费城半导体，不关他的事，诶，应该也不快要不关他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这两天放台风假，从礼拜二开始，礼拜三、礼拜四到今天，老师是他们的科技财报不好，是不是？他们科技股的财报不佳吗？好坏参半，有好有坏。我们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了，有好有坏，但是气氛，那个气氛。还有这一波费城半导体跟纳斯达的一个拉回来，让它跌势比较稍微加重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在拉回的过程、下跌过程里面，一点风吹草动，或是一个什么利空，通常会让股价跌幅比预期的要来的大一些，包含了纳斯达跟费城半导体都是一样。所以今天该来的还是要来。台北股市躲不掉，虽然我们躲了两天，我们台风假放两天，但是该面对的还是不能闪避啊，还是要处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台北股市的拉回来，各位，今天跌了700多点，很简单，两个字，补跌，补跌，补跌啊。可是我认为今天的下跌很有意义耶。哎，不要以为今天跌了752点，哎呀，你不要愁云惨雾，也不要丧失信心，好像觉得说台北股市接下来没有希望了。我直接，我这个人最直接了，我最喜欢做这件事情了。我敢做别人分析师不敢做的事情，我敢讲别人分析师不敢讲的话，不是我叛逆背骨，而是我有底气，而是我有依据，所以我敢讲这样的话。老师，你要讲什么？这个高点24416点，绝对不是今年的高点，绝对不是今年的高点。所以这个高点会越过。我讲的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因为以后我要剪 VCR。未来的几个月，我会把这段今天我讲的 VCR 播给大家看，你们来帮我验证，你们来帮我验证。我知道今天跌了700多点啊，是我要跟你讲的时候，可能会流于空谈啊，或者是你们觉得说，说服力不够啦，利润不足啦，证据性不够啊，等等，你们觉得说今天跌了700多点，哦，空方气氛这么浓厚，大家都好悲观、保守、谨慎、小心、戒慎恐惧。一大堆那种负面的、不好的，可是我在这里要跟你讲，各位，我要洗涤你的心灵，我要跟你洗脑，我要跟你沟通，我要跟你好好聊一聊。趁今天大盘跌752点，大家都看坏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你的钱准备好，你的钱准备好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哦。当我看到这只股票今天最后一盘，
有趣了。老师，你为什么要讲所罗门？你所罗门这一波已经狂飙狂赚了316%，对不对？隐汉也狂飙了268%，还要讲所罗门哦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画龙点睛，聪明的你，在股票市场上够久，你应该听懂我在讲什么。机器人这块，我待会再跟各位聊一下，为什么我要讲机会来了，全准备好，各位。今天来到季线附近，这是台北股市今天的 K 线，这是上柜指数的 K 线，柜买指数嘛，他今天在做什么？这条季线啊，他在做什么？是他在收尾，他大盘今天跌了700点，跌了800点，是一度看到900多点的时候，他做一个动作，收尾。我要抗跌，我不想再跌了，够了，修正结束了。跟正修正要准备要结束了。他在做这件事情，大盘今天也有一种味道在，但是因为要补跌，因为要你知道吗？要反应嘛？你这几天的那个科技股指数跌那么多，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跌那么多，台北股市要不要反应？要啊！你看台积电，台积电就要反应啊！台积电今天的拉回来，不是什么少女股神违约交割啊，哦，不是那个事情啊，不是那个事情，那个是他们操作的一种，我也不知道一种很奇怪的错误的方式跟决策。我不懂，可能当冲冲不掉，还是说怎么样？那个我不管。今天大盘那个台积电的跳空下跌，各位跟违约交割没有关系，跟外资看到科技股的拉回来有关系。但是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什么？一个能量的一个宣泄的出口。也就是说，市场找到理由，找到借口。台积电好不好？大家都知道。那我想请问你，台积电的未来的前景看坏了吗？台积电的财报不好了吗？台积的基本面不佳了吗？有吗？你回答我。我再给各位看一个新闻。为什么我说季线这里有点慢？算了，看这里，美国第二季经济超强。恢复正常，季线这里就是买点，这里附近就是买点。各位，美国第二季经济超，你知道我在看美国第二季的 GDP， 年增率达2.8%，我在看里面的组成分子，我喜欢细究，我喜欢深入探讨。如果美国股市未来会走高，台北股市未来会走高，会大涨，经济面经济数据是什么？我要看的是里面更详细的。我看到美国的消费 GDP， 在 GDP 这块的消费，民间的消费是成长的，而且涨幅是高于法人的预期。我看这个数字很健康，赞赞。我再看到民间投资这块，企业投资这块也是增加的，比之前的还要增加，哇，够了！民间消费、企业投资都是成长，
都是增长，都比预期来得好，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够了。所以美国股市的拉回来，各位，道琼、纳斯达跟费德，哎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道琼比较强一点，比较强一点？各位啊，纳斯达、费德半导体最近跌的比较多，但是各位，他在做一个修正，修正快结束了，包括台北股市也是一样。我不会说台北股市从此要 V 转上去了，我认为台北股市会在这边上上下下的缓步拉升，它不会那么快上去，所以你不要赌说它会走 V 型反转，各位你不要那么想哦，你不要赌它会 V 型反转哦，你不要去赌它 V 型反转，它会在这边整理上上下下，整理完之后慢慢的缓步推升，再往上走高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过了，我们的领先指标虽然增幅消峰，但是还是年增长嘛，还是增加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要外销订单增加，各位啊，出口，我们接下来七月的出口会不错，因为台积电。其实哦，我在看上市上柜的公司，哎，你看今天的联发科，又比较慢。好，看这边，台积电成长强劲。其实我在听他的说法，魏哲嘉在主持法说会的一个内容，我非常注意到台积电，你们未来是怎么看的？你们怎么看你们的景气？你们怎么看你们的客户？我很注重这个，真的，我很注重这个。所以当我看到了辉达在追单，在跟台积电追单，而且是大追单，因为需求那边整个爆发。需求的爆发，供给方面的不足，导致辉达、黄仁勋八月份又要来台湾了。除了参加台湾机器人大展以外，我认为他也会去台积电。没有办法，一定要跟他们拜托，多给我们一些什么，一些晶片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今年的 AI 你不要看坏。我知道现在有人对 AI 是有一点，他不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但是你们会觉得说 AI 好像今年涨多了，各位啊，8054它是不是 AI？ 是啊，它最近在干嘛？大盘最近这样，它这样，哎，神盾是不是 AI？ 是啊，它也是 AI 啊，它抗跌，8054的安国它也抗跌啊，所以 AI 没有死掉 ，AI 没有挂掉，只是它在轮流。他在做轮动啊，接下来会轮流到哪里？我跟你讲啊 ，AI 的股票今年你还是要注意，没有死，没有挂，有些 AI 股还是很不错的。所以我跟你讲啊，今天台积电来到了924块，我会告诉我的客户，我亲带的人，我的会员们，台积电在今天哦。我会给他们一点建议啦。那至于台积电的建议，我不方便在电视上讲哦。我会给身边的人一些建议，因为我并没有看坏它。拉回来，各位啊，股市相对论啊，有跌必有涨，有跌必有涨。今天很多人在悲观，我叫你明天。下礼拜跟着下礼拜去买股票，你会犹豫，你会怀疑，你会举棋不定，你会左右为难。我知道，因为气氛使然嘛，没有办法嘛，跌了750，这事实啊，对不对？不可否认嘛，这个会造给你心理造成压力啊。所以我叫你下礼拜一去买股票，各位，看你懂不懂得如何去克服。我只能说，我只能讲啊，真的跟你不一样。真的跟你不一样，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吗？他们今天在做什么事吗？我也在做一些事情，台面下的运作，我只能说，我要跟大多数人投资人的想法相反，也要跟你们的做法相反。所以今天很多股票的拉回，各位。如果你手上股票今天也拉回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，你来找清君，
你来找清军，下个礼拜我告诉你怎么做，尤其是我的股票，我的股票，我跟你讲，我这阵子的股票所罗门，我刚刚讲过了，今天的尾盘的一个动作很有趣，我在这边我就不多说，你看我这只叫加必奇的，最近大盘这样，哦，这样嘛，哦，最近大盘这样，他在这样，他在干嘛？哎，蒙利也是啊，2464的蒙利，最近大盘拉回来，跌幅蛮深的，这只慢慢的、慢慢的以盘带跌，东杰也是如此啊。8064的东杰，最近大盘这样，大跌2000多点了，他这样，里面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接下来你的选股，你要买股票，我不是叫你们去买东杰，叫你去买蒙利，叫你去买加必奇，那个都涨高了，我知道你不敢买，你可以买什么？各位？你可以买新的，我给你新的股票，但是我想问你，我从刚开始讲话到现在为止，你愿不愿意下个礼拜一去买股票？我刚讲了那么多吹瓜传播说他这，你愿不愿意下个礼拜一你敢进场去买股票？你愿意吗？你可以吗？你做得到？你办得到吗？你在考虑对不对？你在考虑， 我知道你在考虑，我知道你在对我的话也许会打点折扣，甚至说听完我的节目，看完我的节目，你会去听听看别人的想法跟意见，然后做一个综合的判断跟参考。 OK， 我没有意见，但我希望你会把我的话先入为主，先来先赢，你先把我的话先牢牢记在你的脑海里面。下个礼拜一，今天跌了752点，我今天不用跟你歌功颂德，我的股票涨了多少，涨到哇，好，不要，不需要讲这些的，不用苦民所苦，我要同理心嘛，因为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我清楚，所以我要跟你说，下个礼拜，各位，你来买我这支股票，你来拿我这支股票，今天市场上你丢我捡，人气我取，包含他们也是一样，我们都在做什么？我们在做大多数投资人想法的事情，相反的事情，就是说，很多人今天都的他们做的动作跟想法都是一致的，都是一致的。哦，我今天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今天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也是如此。所以这支股票，各位，你做得到吗？你丢我捡，人气我取，你做得到吗？那支的操作手法真的跟大家不一样，我今天没有看坏股市，我也不会变成立场转变变成空头，不会，我依然做多，我依然站在多方的一个角度来去看这个盘。如果未来会到27000，如果未来会到27000，今天来到了22119点，也就是说未来还有5000点。我换个角度想，如果未来还有5000点的空间，我为什么不在这边好好去逢低进场，建立一些未来会波段大涨的一些基本持股？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我既然看好这个股市，看好未来会上27000，今天来到22000，为什么我不在今天或下个礼拜一开始去布件，做好一些基本持股的一个动作？未来要做大波段的这一种股票，我为什么不买？我会买，而且我今天也在做，我下礼拜一我还要再做。各位，我带你一起做，你跟我一起做，这一支股票将是下周开始最会喷的标股。会有多少涨停板？来电或者是加拉，在拉里面有些老师我打电话不好意思打电话，那你就加拉，你在拉里面来拿，好不好？不管是来电加拉都可以，紧喷王牌标股。各位，这一支股票，老师，今天是涨还跌？你看就知道了。
我跟你讲，下礼拜一买什么股票？而、啊、是买开低走高的，还开平走高的？各位不要问那么多，你买这次就对了。你相信我的股票，你相信我的股票，你过去常常看我的股票，各位啊，这阵子飙很多，哎，今天很有趣的，一度飙高啊，一度飙高、啊，我跟你讲啦。真的啦，买我的股票啦，一段时间过后，一段时间过后，你会发觉，你来拿我的股票，真的，未来真的对你有好处，只是你现在会犹豫，你会再想一想，你也会再看一看，或者是你想再去比较一下，对吧？多听听多看看嘛，无妨嘛 ，OK 啊，我没有意见啊。你可以去看网络上 YouTube 上的网红那些分析师，他们讲话的内容也可以，我也没意见。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就好了，各位。但我希望你既然今天有看到我的节目，不管你在电视上看到、网络上看到，各位，这只股票像清俊来帮你，这只股票未来会有多少涨停板？我来告诉你，不管是来电还是加赖，在赖里面来索取，在赖里面的朋友们，你沉默很久了，你安静好久了，你不需要再低调了。这个时刻，大盘好不容易回了2000多点，各位你不觉得？你我觉得有时候、哦，但是涨你也不敢买啊，你也不敢大买特买，你都做隔日冲或做当冲或做很短。啊，指数拉回来的时候，你都是很负面，都很悲观，每一次都这样，奇怪。哎，我们季线还在往上走高，哎，我们季线没有走平或是反转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啊，我们台湾的一些大型公司基本面转换没有啊，财报也很不错啊。你看联发科今天开低走高，他也在做一件事情啊，对不对？鸿海也是啊。广达都在做一件，台积电也是嘛。来啦，这支股票井喷王牌标股，各位下个礼拜要买什么？下个礼拜一你就买这支。怎么来拿？打电话进来加赖索取这支股票井喷王牌标股，各位好好把握住。进广告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
团战将。如果你做得到的话，如果你做得到的话，喂，每一次在关键时刻，每一次在股市拉回来的时候，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你以为这是口号，喂，标语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的话，你会跟很多人不一样，你会跟很多人不一样，我认为你会跟他们一样。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做？因为他们知道未来的方向，因为他们知道未来标股在哪里。来，这支股票井喷王牌标股，下周开始最会喷的标股，这一支我不用跟你五档六档七档，我给你一支就够了，会赚钱的，一支都不够。井喷王牌标股来电，那里面赶快来索取，我们下周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